呢？首先打开我们的绘图程式，插入我们的照片。耶、yeah ，这一张呢，我个人那个时候是觉得是最诡异的一张，寒风阵阵，配上极静的学校的场景，蛮恐怖的体验。也就是因为这一集之后，才开启了我新的鬼影实录系列。那我现在就上网找一下黑人问号的头，用这个头来制作假照片。现在放上去的时候，其实还非常突兀哈。先把它调成黑白，再给它上一点扭曲、怪怪的形状，然后再给它加一点透明，似乎好像就有一点灵异的感觉了。然后把它搭进随便一个人的头后面，一个很棒的作品就这样呈现出来了。不知道牛牛分不分得出来哦？等下就来考验它一下。第二张我挑选的是呢，我们去游乐园拍摄的这一张，就这里有一个绿色脸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小人，当时异常点哈，就要在这边再加一些自己的创意了。这也是加一些白雾好了，我先插入物件，白雾我觉得这一条透明度其实就很正了，就在这里，这样子感觉就有没有真的有一个烟飘过去的感觉？我觉得这个是我制作出最鬼斧神工的一张。那下一张就是我们的树林后面这一张。当时这一张可怕的呢，是在这个树后面有一个女人的头，然后还有最多人讨论的是那个图案跟那个女生的脸，但其实那是以那个人啊。思考一下这一张要做什么样的特效啊？不然我们在这个我的后面加一只手好了 ，Google 一只手，那一样把手放进来，调成透明的，再加一些黑白，还蛮假的。那我们就需要再多调一些透明吧，我想，但应该比较真一点了哈。这一张其实是没有上一张那么可怕，但我觉得也 OK 了，毕竟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难易度的分别嘛。好兴奋啊！不知道怎么讲。Hello， 我先给你看第一张，粉红色衣服旁边男生，不是有一个半颗头，然后半个身体。还有红色衣服男生旁边有一个雾雾的东西，有点像是一个脸。最后就是我们后面的影子，因为我们后面影子是马尾的形状，可是我们更没有是马尾，可以帮我们大概看一下是什么状况？我从这张里面，我只有感应到说，就是这张照片它的右边有两根柱子，还有一个横柱嘛，那个旁边其实有站一个男生，比较看着。所以我讲的地方全部都没有，没有，真的假的？我就是只有感应到那个地方。了解，好，还蛮酷的。那你帮我看下第二张。第二张六话题那个。对，六话题那个。第一个点是有一个雾雾的，你有看到吧？有。对。然后还有蝴蝶的游乐设施，眼睛那个方向，左边差不多五公分吧，有一个像小人的东西。好。另外一个就是红色衣服的男生，手肘的下面一点点那个绿色柱子旁边有一个亮亮的一个小东西，这样。大家给我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的。铁栏杆那里有一个差不多30几岁的女飘飘站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就两只手跪在那个栏杆上面，然后就想看着你们。哦，女飘飘。对，女飘飘。哦，那个雾那么明显，也没有东西吗？没有到任何。你说磁场什么？你是怎么判断的？说像是这种白雾的话，我们在感应会先感应它有没有磁场能量，就有可能是你们。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光之类的东西，很酷。好，那我们看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就是电线杆旁边的那个树干，那还有就是我的肩膀后面有一个半透明的手，就这两个地方。我跟你讲，那一只手啊，我没有感觉到什么。你没有感觉到东西，真的假的？没有感觉到什么。好，你继续。超威慑那一个，他的后方那里有一个老先生，就是驼背，然后站在那个地方拿着拐杖。好，蛮猛的。OK， 谢谢你啦，拜拜。不会，拜拜。那刚刚就是牛牛跟我们的解析啦，觉得这种灵界的东西跟我们科学的东西，其实是。
并存的啦，都可以去接纳，都可以去尊重。但是我觉得不要烂心，要抱着事事求真的心态。像我们刚刚就稍微考验了一下他，即便说他通过了这个考验，我们也不能说完完全全就相信他。像最近不是会有很多新闻嘛，就一些庙产，你很信任他之后，捐很多钱给他，其他根本不是在做一些正当的公道。假设我是信徒的话，可能会因为这三张照片就很信有牛，什么都听他的，那这样反而就不好了。自己要自己的想法，我觉得这才是好的啊，这才是我想表达最大的一个宗旨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啊。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喜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蒙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